大约点子先好，可能难唔到佢哋，但系要将素菜煮成山珍海味咁好食，一班三高师奶都决定嚟学师啊！师奶拜师学艺，食素运动唔自闭。咁啲时间就一味就系工作工作，咁因为有时好多嘢处理唔到咧，就成日揸住口烟啊，上下去到190。行下去到九十幾，啲人哋咁講，你快啲去睇醫生啊！你好得人驚啊！我都唔想我下一代再繼承咗呢啲高血壓嘅一個高血壓、高血糖兼高血脂嘅女強人，一個血壓爆煲嘅小主婦，終於後悔啦，下定決心要，所以齊齊參加港安醫院嘅 camp 去管理你嘅健康咧，聽託 body check 兼學廚。跟入厨30年、食斋20年嘅张师傅学师，佢坚持无添加，素鸡鸭鹅，甚至素调味粉，通通 out。好似呢款甜品鲜淮山梨，就唔用白糖，用蜜糖，将煮熟嘅淮山去皮压成泥，唔会加奶油嘅。将切粒嘅蜜枣包入去，睇 Yummy 几熟手咁噃，合唔合格？好靓。插埋金笋丝，饮啲椰丝粉就食得啦。些外边做好的那些东西，它肯定有一些个添加剂在里边，全部是天然的材料啊，这样我们就能够保证大家吃了会身体健康了。50几岁系时候抗衰老啦，最啱榨杯蔬果汁，苹果、啤梨、青柠、菠菜、西芹、青瓜，加多啲菜就唔会好似一般果汁咁咁高果糖啦。不过识得食唔够噶，烧脂仲要做运动。三高回复正常嘅Yummy话有踩下单车噶，不过你根据翻你嘅年龄啊、性别咧，就系属于超重嗰、那个。至于坚持日日行8000步嘅阿琼咧，嗰、那个血压咧就稍微偏高啦，吓咁啊139/90啦。要120/80先正常噶，冇嘢一步登天嘅，见到成绩仍需努力。努力。我哋一会同行，继续努力，系啊，向住健康去进发嘅。